最困难的是跟杰如有吻戏，这有什么好困难的？不是，因为这是我真的，这有什么好困难的？吻戏，那我第一颗不管怎么样都坚持到。CPR 那场戏做30分钟以上，做完真的是整个虚脱，我真的是用爬的出来。我三岁，有点嘴软，嘴软。我4岁，接下来宣传就这两个自己做他们的。我就是那个传说中大一遇到921，然后大四遇到 SARS 很碎的那一届。台湾秀的观众大家好，我是莫杰，我是导演林君阳，我是向杰如。我是曾静华，介绍彼此电影中的角色。那我介绍静华的好护理师，我每次在戏里看到他，就会看到我当年入医院的时候的样子。导演就是我们是做工的时候合作了，对，这算是我们第二次合作。嗯，介绍我们三个曾经一起在夜市里奔跑过。对，YouTube 上面还可以找到我们一起奔跑的影片哦。那个片段接线的是新演的学长吧，一个是刚进来很有冲劲的状态，一个就是已经社会化。杰如在这里面饰演的是李心妍住院医师安泰和女友，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有蛮感人。人的情节为角色做了什么准备？压力很大，前面做了很多功课，我们找了护理师，然后来教我们开刀、缝合、缝线。我自己在家了，每天就是坐在沙发前面练习那个缝线。最困难的是跟杰如有吻戏，这有什么好困难的？不是，因为这是我真的，这有什么好困难的？吻戏这是我第一次跟异性，然后是有感情上的吻戏，真的压力很大。看得出来，旁边就围一群人，然后一直在看。你知道，我是到现场那一天，他来跟我说，他是第一次跟女性角色荧幕上有感情的人。静华，他就是焦虑了很久，他一直在旁边散步，然后我就偷看，然后想说，怎么办？我也好紧张，可是我不能表现出来。那我第一颗不管怎么样都要坚持到。他话刚讲完，我就马上把他抓拉下来，那个表情。我说哦，整个吓到，我想说太突然了吧。拍这整部戏都蛮困难的，除了你要顾及到专业的部分，在表演的那个当下看起来是很自然流利的，你手在忙，嘴巴有时候你要讲专业名词，最重要一点是体力要很好。因为我们在做 CPR 那场戏，正常上是2分钟要换手一次，我们在那个当下真的是做30分钟以上，做完真的是整个虚脱。到后面我真的是用爬的出来。记得当年 SARS 的情况吗？那时候我3岁，就有点嘴软，嘴软。我4岁，你还是不要说好了。接下来宣传就这两个自己做他们。SARS 那年我大四，我就是那个传说中大一遇到921，然后大四遇到 SARS 很衰的那一届。全世界在忙救灾，我们就只能够被封在没水没电的宿舍里面，然后每天想着什么时候要开学。我在大学生活是这样开始的。那921 SARS 回到大四的时候，那时候正在闭展，因为 SARS 所以闭展也很难拍，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展览也都回到我们自己的系所。和拍摄一起此题材电影 SARS 其实很多人想要做，我一直都觉得我找不到进入的门票，我不是医护人员，没有任何当年受创的家属，我不是有相关的任何人。透过这个故事讲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一直都还是一个还没有找到的问号。这个故事的编剧本身就是一个护理师，等于是透过一个护理师的观点去进入当年的那样子的一个疯远的世界里。那另外一个就是2020年 COVID 的疫情的刚开始，在当年病毒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是一种未知的恐惧。身为一个创作者，在身处在那样子的时代压力的当下，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电影作品，跟我所经过的时代对话。拍摄一起遇到的困难。整个拍摄的过程就是在疫情期间，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就发生在一所医院里面，借到这样子的场地，我觉得这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困难。最后我们是在其实已经是废弃的医院里面，把它重新搭建成我们故事里面大家最后看到的联合医院的样子。其实我们拼了3间不同的医院，前期的美术跟后期的特效镜位的设计，去让它看起来好像在同一间医院里面的 AB 两栋急诊跟病房区。想东又想西，四人将分成两队两两进行 PK， 小编出题后选手是联想出3个相关词，分数较低队伍需要接受惩罚，装可爱来进行宣传。薛士林，3、2、1，鼎力，大嘴巴，防疫，3、2、1，口罩、面具、酒精，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一题你们，我其实觉得四个一起吧，四个一起，四个一起。导演是吗？向杰如，我讲完了、欸，我们两个完败啊！他最准，他听最准。完败完败。哎呦，我不知道怎么宣传呢、欸，是几月几号啊？导演，我也不知道耶，怎么办？哎呦。啊，我知道，4月14号。4月14号吗？对。你是不是对可爱的那个定义？请表演，请表演。拜托大家4月14号一定要一起去看，一起大家手牵手去。
大家手牵手手去看一起哦。4月14号，大家可以一起牵手手一起去看一起哦。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们再保一个更好的。大家一起来看哦。大家好，我们是一起的剧组，一起这个电影呢，相信能够传递非常正面的感动能量。我们已经度过疫情了，但是我觉得用一起来当作一个完美的据点，是一个非常好的共感的时间。邀请你们一起进戏院，一起感受一起。这个 tempo 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待会儿的玩法我也是很努力练习，我觉得你们会整段不能用哎、欸，对，我也觉得整段都在教学，然后一直失败。一起 ，Tempo Ready Go， 进华三，一立，啊三，我觉得一定玩不下去，还是我们一次跟两次就好，我觉得跟这没有关系。正式来喽，联想的词是一。所以你可以不是薛士林，我刚才在讲薛士林。现在是薛士林。导演四。哎、欸，我们刚刚不是说只能一次跟两次吗？好，我丑恶了，可以走吗？进华三。哎、欸，不能出三啊！他刚不是说是一跟二吗？一跟二，一跟二。我四岁，我丑一、啊。而且曾彤讲过了，是吗？我们来玩别的游戏好了，我想知道这段口